老板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你今天无论成功与否，你没有遗憾。王谢老王梧桐雪雾联合操刀，史上第一次。我的天哪！老王梧桐雪雾王谢四大高手联手打之，出奇驱迷化魂，全程爆笑最够，竟被号主抢了风口。这宝宝10万块钱级别的打书啊，这是。雪无也来了，雪无一来，王哥心中瞬间有底气了。我们第一本决定完了，第二本问问雪无意见啊。第一本谢哥跟老板联合决定打法博，出其不意加虚迷双特殊，成品六位数，稳。低法博没动，高法爆，幸运还法博，大法还在，法连还在。出其不意在，要再生，舒服，牛逼！虚迷跟再生是冲突技能，个别容易跳位互相挤掉，再生掉了虚迷就安全很多。老板说高敏捷怎么样？高敏捷，我觉得还是上一致。魔之心，你打魔之心肯定跟水攻要跳位，肯定又往后面走。还是雪无的意见最专业，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有理有据。不覆盖吗？他冲突肯定要跳的呀，不可能覆盖的呀。你像我跟刚才那一本一样的呀，打高波队伍组直接覆盖啊，一样的。那你们上高模型吧。老板上。话不要乱说，这钱很贵的哟。一致我是真有点怕，说实话。其实你说上一致我也懂，但是这上一致我有点怕那个位置。你想一下，全部垃圾书都在前排，你打前排书的模型，老板听他听了他听了雪无一顿分析，决定上高级一致。牛逼！上一致的话，你看魔之心的位置吗？好，魔之心肯定是晋级暴击的。多年打书经验，雪无就是这么自信。老板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你今天无论成功与否，你没有遗憾，对吧？王谢老王梧桐雪无联合操刀，史上第一次。专家汇集到了四位，我们这种顶级高手之间一般是保持距离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不敢胡说啊！给我前推，禁忌法包！雪无有什么话要说，快说，再不说没机会了啊！说啥说呀？有没事 ，OK 的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变禁忌法包了，禁忌法包 OK。厉害！前推了，出其不意很安全，直接拉虚迷太危险了。虚迷肯定前推了，对啊，肯定在前面，我知道了。前推了，肯定是前推了。哎，蓝叔掉了个啥？反正，虚啊 ，OK， 虚迷肯定在的，舒服，舒服，牛逼。问题是你这本，你一会儿让老板怎么打吗？现在说你现在你要上啥抗魔系吗？还差一本书了，还差一本书了。高神和一致，你现在就上高神，高神会跳。高神他会跳高幸运，高幸运回跳的话可以跳小法波的，跳小法波，对，可以上。虽说是四大高手联合打出，但是王哥到现在基本上没发表什么意见，化身为雪无的工具人，指哪打哪。这本书再上一本就真的忍了，那留单法当一个美好的耐虚迷吧。不是留单法不可能留的呀，你怎么留单法呀？没留单法当耐虚迷呗。老板说可以，说的是啊。教你挡两个位置啊，挡高反针，第二的话露出高法波，就是把高反针跟高法波的位置给挡，给露出来就行。专业在线教导工具人老王。对，用三块嘛，用三块就好。啊对，这样行吗？对，可以。高神上去的话，这三个位置会动的。对吧？虚迷是在的，出其不意是在的。对，这是必在的。都是在的。法连看那个出其不意在的，这些都是在的，不用担心，全是在的。然后你看幸运会不会往前法术暴击往前跳，法术没了，波没了。小波，老板小波贾卫来了啊。小波也是波，但是他一般往低了波，小波还有好像还不如没有。老板说现在你们怎么分析？怎么分析？那肯定是一本高级法波模型，打成一个吊单书就忍。废话，我觉得模型好一点吧。哎，咱们早就说上第一本模型，现在去反补，我感觉有点危险。不，继续补法波，不要上魔之心。魔之心反正两个挨在一起的话，这个水攻会跳位的。但是你这个东西，你早晚要打这一本，要把水攻打掉。老板说高级法波，我跟你讲，高级法术暴击有5%的机会会前跳这本法波的。高爆跟高幸运两个技能都是跟小法波跳位的。打哪本书会掉什么技能，有什么变化，雪无都能给你分析的明明白白的。老板，我上法波了啊，来了，老板，肯定要上法波的，往后推了。幸运有可能掉吗？没有，稳。水攻有可能会掉了，稳了。水攻如果掉的话，下本是幸运。水攻掉，水攻没掉。反正虚迷出其不意，反正掉了行。反正无所谓。现在可以回补高模型了，现在没有反正在了就可以补高模型。哎，现在不缺技能了吧？
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老张说话呀！我说了呀，上高模型了，反正走了就可以上。啊，等等等，老板，老板先说，老板先说，干不干？老板说高级模执行，牛逼，可以。吴桐老王都成为工具人了，老板也是只听雪吴的意见了。你直接看水工吧，水工变高模型就可以。没错吧，虚拟是在的，都是在的，全跳了，全跳补就行了，爆波爆掉了，暴击肯定是打不了，你要上就上高反阵，是或者其实高招架也可以啊，对，我觉得就招架反阵，不，招架有小法波在的话，这本招架下去，小法波会跳到下排。王蟹也是认真分析了个寂寞，老板最后肯定听雪吴的，来，老板做出你的选择。雪吴的建议是啥？他说上反正，老板说高反正，一个字，绝。吴桐，你现在说话特别成熟稳重，好像你是老板。我很怕说错话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专家，然后一个操作手，一个解说。你就看着高模型变高反正，这次打输也是难为王哥了，工具人还得活跃气氛。高反正出现，须弥就稳了，后排就全稳了。反正来，后排全稳，须弥在，出其不意，金鸡法爆全都在。一致法波幸运，就看这个是不是魔之心，看是魔之心还是水沟，来接下来继续上高级法术暴击，炸了，然后你高级法术暴击看的话，你看着金鸡法术暴击的位置会不会动，没动，没事，出其不意稳就其他无所谓了，嗯，往前拉，一致后推了，一致后推了，第哎一致没有推，一致可能到后排法术波动，怎么办？老板说不打了，就这样吧。可以，这样好看嘛？这样好看，对吧？成了，牛逼啊！这十多万了，兄弟，老板你真有点不讲究了。我们给你打成了全红，你自己把果实给收割了。